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妈在这儿呢。老公，你这老家也太破了吧，这蚊子又这么多，我住不习惯，咱们赶紧回城里好不好嘛？老婆，我们这次回来是专门看我妈的，你这才刚到几分钟就要回去，那不太好是吧？这再怎么咱们住一晚上，明天再回去好不好啊？不行，你走不走我走，我自己走了。好好好，那行吧。妈，我们走了啊。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等一下等一下。怎么了妈？儿子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妈种的菜吗？妈刚从地里摘的，来你带上。妈，这些菜啊在菜市场都能买得到，你自己留着吃吧啊。对了妈，这里有点钱我给你，你平时在家想吃什么你自己去买点去啊。来，我先上车等你了。儿子，梦梦她生气了，你快走吧。哎呀妈，没事，她就是那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再说了，这儿子给妈妈钱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啊，好，来你这带上。哎，我走了啊。路上开车慢点啊、哎、注意安全啊，忙就别回来看妈了。你干什么呢，磨磨唧唧的。默默，你刚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我过分啊？咱俩每次回来他都给这么点破东西，是我过分吗？捡起来。我不捡，你每次回都好几万好几万块钱的给他。他倒好啊，每次回来就给这么点破东西。他这么会算计，应该去城里当大老板，应该去做买卖。我让你捡起来。我说我不捡。你那个农村的妈不嫌脏，让他来捡。表演一句三冬暖，恶言上人六月寒。王某某，我不要求你对我妈有多孝敬，但是最起码的尊重你要给吧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一个人把我养长大，我连最基本的陪伴我都做不到，我给她一点钱怎么了？还有，你口口声声农村人，农村人，农村人怎么了？往上数三代，谁家不是农村的？你现在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哪一样不是农村人辛勤的双手给换来的？你才来城里几天啊？你真把自己当金凤凰了？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妈？行啊，王小八，咱俩每次吵架，你都向着你那个农村的妈是吧？啊，行行，咱俩别过了，离婚吧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就你。儿子，妈一个人在家也花不了多少钱，这些钱呀都是你平时给妈的，妈都给你攒着呢，你们在城里开销的留着自己用吧。妈年纪大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你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闹矛盾，一家人呢应该和和气气的，和气才能兴旺啊。妈只要你能过得好，这辈子的心愿就完成了。你是否还记得谁为你把你老公老公老板老板。哎呦，儿子，你的包落家里了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等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百善孝为先再来找我。妈，我们走。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这个人就是妈。